你毛衣怎样？毕业了。对啊。照穿，你先热死了。那拍完还满身大汗。真的会。要很热哦。而且黑色吸热哦。我想这就套上去了，拍拍。什么黑色？啊，这不是就套上去就好了。啊。你那个领子在外面了。靠腰。你白痴哦。你会不会了？哇。提前毕业，提前毕业。你现在需要一个帽帽。你是摄影师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穿这里啊。对啊，其实可以。我刚刚拖来拖去。